近期再有港队在外地比赛的时候播国歌出错。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继续和网上搜寻平台 Google 交涉，希望共同解决问题。当局说如果证实队伍没有跟从国歌指引，会以严厉方式处理。上个月底冰球港队在波斯尼亚出赛的时候，中国国歌被播成和港独有关联歌曲的事件，港协暨奥委会上个星期五，即是限期最后一日，收到香港冰协提交相关的报告。奥委会曾经说报告未有交代几时在哪度和是否按指引提交正确国歌等，建议同政府商讨考虑惩处协会。行政长官李家超重申国歌涉及国家的尊严，在运动赛事当中播国歌出错是不能够接受，又说会继续和网上搜寻平台 Google 交涉。很多时候是涉及谷歌在搜寻去里面所出现的不正确的结果的。这个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大的机构呢，对于国歌的保障呢是有一个道德和法律的责任的。这件事件呢，我们希望它是会和我们共同去找出一些办法去解决它的。因为我知道根据他们的公开的公司政策呢，是不会是容许一些错误或者违法的资讯呢在应该在搜寻里面出现的。如果有出现的时候呢，他们是有方法呢是可以是将它移除或者处理好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朝早会见传媒的时候说，港协暨奥委会详细检视报告之后会再提交一个最后报告给政府，而早前已经有指引被香港各个体育总会安排队伍出外比赛的时候严格执行和跟从。如果发现有队伍没有跟足指引做事，当局一定会采取严肃的态度以严厉方式处理。至于今次冰球赛的惩处问题，会等港协暨奥委会提交报告之后再处理。无线电视记者钟卓熙报道。